这送给你什么生日礼物啊？没有去买啦。不要，这个尺寸的娃娃是限量版哦，目前只剩下这一个。限量版？没有想到，限量这两个字这么没有影响力哦。因为限量这两个字，让我想到最近发生了一件很棒的事。我放在拍卖网站上的画，卖出去了。那跟限量能有什么关系？因为那个下标的人一直问我说，我的画是不是限量的？没想到我买下的是你的画。每周一至周四晚间8点，结婚好吗？